现在我们要做的环节是上色。今天我们选用的是三种颜色的过渡色，有九种颜色，其中有红金、黄金、珍珠粉、枣红、珊瑚红、橘红、蓝金星、大蓝、海蓝。现在我们开始上色，我们用中间的，从中间开始晕染。可以同时上两三片叶子。在上色换颜色时，一定要把铲子擦干净。换第二种黄金，要在黄金和红金之间做一个过渡色。下面我们上一个三色过渡，首先用红金打到叶片的尖顶部，区分了大约三分之一。颜料的位置各占三分之一就可以。最后选用珍珠粉，在珍珠粉和黄金之间再做一个过渡色，找出整个叶子由浅到深的感觉。上好以后晃一下，这个部分就完成了。我们现在上的这是第三套颜色，它是由一个蓝色的过渡色完成的。从中心开始，它的深色正好和金色是相反的，它要把深色打在底部的位置，它有一个对比色的效果。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颜色呢，叫蓝金星。蓝金星的这个釉料，顾名思义，它有青青矿石、蓝色和金子烧制而成。第二个颜色名叫大蓝，它是由青青矿石炼制而成。第三个颜色我们选用的是海蓝，
用同样晕染的方法做上过渡色，每一片叶片达到由深到浅的过渡感觉。这样我们蓝色的过渡色就完成了。我们第四个过渡色是用红色的过渡色做的，选用的是枣红、珊瑚红、橘红三种颜色，同样跟蓝色的过渡色的方法是一样，从根部打到肩部，由深到浅完成。上底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种缝隙的位置，用铲子夹把颜色一定放进去。这个颜色和丝的厚度呢是丝的一半，上到二分之一的位置就可以了。